期待已久的迪士尼烟花汇演终于回归，今次以光影为主题，还有一系列新商品和餐饮，率先带大家先睹为快。来到迪士尼，梗系要同迪士尼角色影相啦。今次可以同皮洛丘、木像等经典角色打卡，当然不少得限定主题商品。今次推出一系列发光商品，还提供个人化服务，大家可以自选发光蝴蝶结，再配上米奇头箍，创造出独一无二的配搭。火箭餐厅推出甜品自助餐，连迪士尼星梦光影之旅套票，有多款迷你甜品。吃完甜品之后，还可以去到专属位置欣赏光影之旅。另外亦都有奇妙星光野餐，连迪士尼星梦光影之旅套票，包野餐篮、小食、甜品和饮品等等。来到压轴出场的星梦光影之旅，时长约20分钟，分为7个不同章节，透过水幕去投影出不同迪士尼故事，加上灯光、烟花、烟火和火焰效果，为夜空添上色彩。